世界越危险，越要走向前。欢迎来到极限秘境。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个国外传说中最困难的一个生存模组，叫做 RL Crave。RL 是 Real Life 的意思，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世界。那在这个世界中，听说是非常的危险，而且游戏机制呢，跟原本的麦块会不会非常的不一样。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一个新游戏，这个世界会非常的，等一下一开始就在水里哦，我怎么一开始就在溺水？等一下出生点就在溺水，这个不太好吧？哎呦，出生点就是水，哇，有甘蔗哎，好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有建筑的感觉，出生就要溺水，而且又在沙漠，沙漠感觉非常危险。好，这游戏的机制很特别，就是我们的血量呢，不太一样。你的身体分成八个部位，头跟身体是最重要的。这个如果受伤的话，就会直接死掉哦。那它有分左手、右手、右腿、左腿、左脚，应该是脚掌吧？所以脚掌好像也会受伤哎。好，所以脚掌也不能受伤，很危险。那这边呢，我们甘蔗，想要先去拿点甘蔗好了。哦，这边水底也不一定是很安全的哦。这个世界中很多奇怪的生物，诶，我没办法破坏甘蔗。这边想要做任何事情都需要等级，等级的话在这里啊，我们需要有农耕等级，等级要四级才可以采甘蔗。但是我可以挖土吧？诶，可以，我挖土就好啦。好，挖它下面还是可以采，先把甘蔗采回去。哎呦，那边有一个空城欸，是空城，但是我就先拿一些基础东西好了。等一下哦，我现在沙漠，这个世界还有体温系统，所以太热的话会烧死，会烫伤，会烫伤。所以，我们先去找树吧。等一下哦，这里整片都是沙子啊，我的树在哪里？哦。这里都是红沙，另外一片红沙欸，有宝箱欸，等一下有生怪砖，有生怪砖，我要去偷东西了。等一下啊，我们快速的偷，然后偷完就走。来，我偷，哇，好多东西哦，我拿到好多工具，跑，哦，我直接跨越了工具的这个困难了，我有实践了。但是我好像，时间可以用欸，太好了，偷东西成功，先跑，好的，运气还不错欸，有工具真的是非常的好运，如果没有工具的话，一开始是非常的困难。等一下，那这是龙，遇到龙了，这有一个奇斗士，这个好像不会主动攻击我们，这只龙在山顶上欸，感觉先不要靠近它，这个蝎子我们应该可以打了。喂，可以，喂，还有一只，还有，我的头，哎，这是群体攻击的，我的身体被破坏了，我的头快爆了，等一下，我的头的血量快爆了，我觉得我们要先往远方走，但是我又想先，坐标石碑啊，我们可以进入石碑，这可以当做一个传送门啊，我看到树了，那边有树，蚂蚁来了。喂，这边呢？怎么还有？会死人，会死人！等一下，这个危险的地方。等一下，我有点头晕了。等一下，会死。然后我还没有开防喷。等一下，我防喷还没开，先不要。等，我中毒欸！太烫了！等一下，我现在是过热吗？我现在过热了，怎么还有一只？等一下啦，让我泡个水。我去泡水。我现在太热会头昏眼花，可以降温吗？我会死。不要再来啦！死了。那我们的木材，先做个合成台，还会有一些种子。树倒咯，好多东西在飞哦，还有。大只的蝙蝠，这个蝙蝠有点大只。
这个呢没有办法直接分解成原木，没有办法分成木材，要放在地上，然后用斧头去剥皮，剥皮就变成木材了。它怎么只有三个？剥一剥。谁打我？等一下，我怎么一直扣血？谁啊？我们先在这里，然后床睡觉，安心了。等一下，我被抓走了。等一下，我被大雕，怎么会有大雕在抓我？我这边可以用羊毛先做一个睡袋，白色睡袋可以睡觉，但是不会记录这个重生点。好，先睡觉。有怪物，谁？ OK， 可以睡了吗？睡觉。好，我只是想睡个觉。吐槽！哇，这个刀子很容易爆啊，耐久超级低的。等一下，谁？女妖，你有点可怕。她有两个大眼睛。哇！有种进来啊！她有两个大眼睛在外面。好可怕哦！你进来了，你真的进来了。我被抓走了，等一下。我！我会被抓走。女妖，我会被他用恐惧来移动，重恐惧我会往反方向移动。女妖，解决了！哇哦，你对自然的破坏加剧了混沌元素的产生。不是啊，我不是打个女妖而已吗？我只是打个邪坏女妖。我需要包，那个有一个精灵，这个是恢复的精灵，我们先去找他。找他蹭一下，治疗我吧。他飞得好高，等一下，治疗一下，有点高。有了，恢复的效果，靠近这个精灵附近就可以得到恢复。可是我身体好像，身体补得回来吗？可以。我的身体也慢慢修复了。右下角这个损坏值，我现在头有点，头好了，头好壮壮。修好了。话说我还没学职业耶，刚刚一个混乱，我们现在转职好了。这里敌人那么多，我们还是转战士吧。虽然这边打架好像很危险，但还是成为战士。好，这游戏我可以双刀流吗？可以耶，双刀流。好，暂时先用双刀流好了。我来看一下，把水煮过应该就可以变成淡水了吧，应该是对的。稍微煮过一下。我想先找个据点，不然我现在东西好多。好，纯净水瓶不能堆叠，可恶。有了，我们有干净的水可以喝了。真好喝，太好了。接下来就是要确保水源跟居住地。这边好像有水。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水。羊！我们需要羊毛，还是我用剪的？我留点羊之后用剪的好了。这里有水，那还是在这边定居，在这边先盖一个小小的家好了。金黄精灵，不一样！又是精英怪。先喝水。就是现在把它困住。等一下，木材不够。就是现在先把你包起来吗？可以吗？你先别走。等一下，我的这个会把它变成木枝。你飞走了。好，就是现在。你飞走了，就是现在。它又飞走了。
好，干净水桶，这样子，有吗？没有，好像没办法变无限水啊，不一样，颜色不一样啊。这个如果水混在一起，不知道会怎么样欸。把水倒进去，啊，变石头？什么意思？变石头？为什么会变石头？四层就好了吧？似曾相似，似曾就好。哎呀，差点又变木棍。OK， 哇，终于有一间有屋顶的房子，屋顶的房子好了，哇，好凉，好凉。我应该还可以开个洞啊，应该放个玻璃的，里面开个洞，通风通风，这样子。好，通风，后面也开一下好了。之后要扩建，就再往旁边再盖一个小间的，之后再延伸。啊，好凉啊，有吗？欸，我的温度怎么好像在上升？等一下，不是说好通风吗？我的温度怎么好像还在烫？好的，大白天又要来工作了。这个日头赤雅燕，日头赤燕燕，又要来工作了。哦，好烫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温度也太高了吧？这样我怎么做事啊？好吧，只能先在这边继续游泳了。咕噜咕噜咕噜，我的脸，我的脸会扭曲，呼吸一下，大小眼，眼睛会变这样子，好好笑哦。哎，好了吧，我用体温正常了吧？哎，在这边就很热哎，关门会不会比较凉？哎，哦，屋顶都盖了，怎么还是这么热啊？可以帮我治疗一下，我这边妖精好多欸，救一下救一下，救我救我。哎呦，那个是什么妖精？妖精跟精灵又不一样欸。妖精，哎呦，对对对对，他那个球，那个球有点破土，有点可怕。妖精的球，他会打我吗？不会。拿着球的妖精好亮哦。哎，他跟谁丢球？哎，他跟对面的妖精在丢球哎，可是他没有接到哎。他那个哎，他怎么有一颗球？丢球游戏，丢球游戏，太远了吧？你们丢的球都没接到，也太远了吧？好远哦，你根本就没接到啊，根本就没在接，接球技术有够差。我们现在做做看活性炭。好，活性炭过滤器这个嘛，哦，这个是哦水袋耶， Pure Water 的水袋。水袋怎么做呢？水袋水诶，没有合成方式。 Canteen 是泥皮革。好，水袋这个留着，这应该可以喝很多口吧。那这个水瓶这样子也可以变成纯水，吸带型的，但是会消耗。好，所以我们做成水带可能是用比较久。那那个熔炉我放窗边。哎呦，等一下，有一只哦，这个有点不妙，这个会风猛禽，哦，它在杀我的羊。这个好像可以驯服欸，这个要怎么驯服？给它肉吗？肉肉肉，没有肉，这个。我只有这个肉，好像也不够。哎，你怎么穿进来的？不是，哎，他在我们外面啊！来来，给你吃，给你吃，哦呦，给你吃，给你吃！不是，我拿的是斧头，我右键拿斧头，没办法喂啊。右手拿肉，左手拿斧头，结果还是用斧头给砍了下去。那边还有一只，但是我现在需要治疗。妖精，妖精，救救我！妖精呢？我现在哇，我的手跟腿都快爆了，我的右腿爆了，救我救我！免费绷带，乔伊别走，乔伊，我们先做个水袋，水袋，好，然
后装水，可以，然后过滤，这样子可以喝几口呢？我喝，哦，可以喝大概四口，哎，不错哎，这个好多了。水袋都准备几个？这游戏馆一开始最危险的就是一开始了，现在我们就算蛮安全的。哎呦，初代客来，他就说我们要小心的，就是他要小心的这个精英怪。精英怪我们先拿双手好了。精英怪来了，这个要小心，会攻击吗？哇，他一脸就是 boss 一样诶，这个眼睛好像那种是什么朋克摇滚的那种朋克装。我们现在打打看。哦哦哦哦，好痛哦，怎么他用什么打我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有窟窿，有窟窿哎，我有办法打吗？窟窿的话会爆头。哦，我也可以爆他头吗？我头快爆了，等一下，头被爆了就死掉了，真糟糕！我是谁？你谁？鬼犬。全鬼，哇、哦，他好像有点，好像一只龙哦。这个怎么那么痛？全鬼，我们回来了，我又出来了。你们会复活？你不会。看来我们今天只能先玩到这了。我们下一集也先把这个民生必需品先准备好，再继续冒险啦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那这个系列会在最近的直播上继续连载下去，我们下次再会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